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. Somebody mixed my medicine. 明天的早晨。哇，落架了。整個 iPhone 都係要佢嘅咋？咩嚟㗎？你試過咪知咯。但係我冇錢喎。兄弟嚟㗎嘛，你唔係同我講呢啲啊？私人請你嘅。多謝大哥。其實有嗰個可能性㗎，嚇、啊，譬如頭先我哋講，佢哋吸食冰毒，佢哋有可能咧會產生一啲幻覺，同埋有一啲被迫害嘅妄想，嚇、啊，咁佢會可能覺得周圍啲人咧係做緊一啲安排去對付自己嘅，咁喺依啲情況底下，佢就會覺得自己係好理所當然咁做一啲自衛嘅安排啦，包括去襲擊，一啲佢哋相信。是將會 安排一些事情 對付自己的一些人。
吸毒絕對不是一個求情和減刑的理由。如果吸毒者他們犯上不同的罪行，他們需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，負上相關的刑事責任。